一千五，一千五，因為要講 deadline。Forget to shine. Cityscapes askew, stuck inside at noon. 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现在要准备出门了，我今天要去帮忙 Boris 他们准备年宵。其实我不知道我这次可不可以真的帮到忙，但是就先去到现场，然后再看看哪里需要帮忙。对，然后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OOTD。 我今天走的是一个黑白风。首先我的上衣是 Levi's 的一件非常 oversize 的叫什么卫衣，然后上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蘑菇。然后我买的时候我问店员说，哎，这个蘑菇有没有什么含义，就是可能是联名啊或者什么的，他就说哦没有，它就是一颗蘑菇。裤子是 Adidas 的运动裤，帽子是大家看过一百遍的 Fila。 然后这个围巾呢是我最近从韩国代购买回来的，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颜色跟款式。然后香港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变得没有那么冷了，所以我要把握最后可以用到他们的机会，然后搭一个黑色的包包，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出发吧。 You look outside and give a yell. It's just another boring dawn. The sky looks gray on the rocks about the floor. 这是你的 vlog 吗？我等一下准备跟你们亲，他跟你们 say goodbye。但是其实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都不知道。Freerider。现在 Boris 他们去买材料，然后我们在干嘛呢？我们在心理去支持，为他们心灵上的支持。支持。对。然后我们用行动，就是喝咖啡。
被 isolate 的妈妈，而且妈妈剪了刘海之后变得超年轻的。我们请嘎姐帮我们介绍这一次除了春联之外还有什么呢？我准备买那个公仔的。这是谁啊？这是谁啊？嘎姐，希望唔好仔笑。开心啲。我而家啱啱翻到屋企，而家系几点啊？而家系8:46，然后我现在非常的饿。然后我刚纠结了一下，想要吃辛拉面还是咖喱饭，然后我最后决定要来煮咖喱饭。然后我想挑战一下做蛋包咖喱饭。我忘记在哪里买了，不知道是 Dunkin 还是超市，就是这个牌子的。这一堆咖喱是没有什么研究啦，所以能够吃就好一
家嘅時間係4:00，我哋放飯結束食，食咗飯即刻翻翻去繼續。哇！係。哇！三个瓶子的比例。今天是年宵的第二天，所以希望今天一切顺利。昨天的年宵其实有点冲击，就是我没有想到年宵是一件这么也不是耗费体力，但就是这么盛大或是对这么多人的活动。但蛮好玩的，就是我香港第一个年宵，会不会有第二个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今天是年宵的第二天，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寄包裹，所以我还是先进公司处理。是什么包裹呢？有没有看到这个满坑满谷的箱子？其实也没有到满坑满谷啦，就是蛮多个箱子。这箱子是我们要送给客户跟创作者的新年礼，希望在这个礼拜之前就可以把它全部寄出去。然后还有什么？这次公司其实还准备了这个很可爱的卡片，然后对。Are you playing with my heart? Girl, I'm standing these streets. I ain't playing with these niggas, they be playing with they eat. I've been playing with this check and I ain't standing this Jeep. That I ran it off a Turo, different state, a different week. I've been running up these old. 趁现在还没有什么人之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空白的摊位。然后还有这个昨天写的黄可乐蕾，我爱吉米，还有什么黄可乐蕾。这边客户好棒，这也是我写的，这个是雪姨写的牛年爆乳。Counting my money, rubber band making me. We ain't doing nothing funny. Understand when it's deep. We gon' have to go and slide on that nigga. Fuck the beat.I'm just glad that I can make it to the west. I'm just glad that I don't make my mama stress. Oh, 要摇。但是我，但是我还没有那个钱的那个 box 可以去找钱。稍等一下。各种技巧。Hello。I'm just happy I can make it on my own, but it's bittersweet when you be leaving home.History, I gotta leave it long. I'll be back at 10 and you can hear my phone. Run down, run down, run down. Hi, 你们还好吗？累了。那个好鬼啊！好鬼啊！果然是一个好尴尬系列的 vlog。我今天把公司所有人都拖过来帮忙，然后刚写了这个老板请加薪，打眼猫咪，还有什么？专业办公室 Hong Kong Press Play 的团体照。好的，各位，现在我们前面呢是 Boris 他们正在做那个书法，叫什么？拍卖。对。然后我们下来估，就是他们到底能够卖多少钱？来开估。赚了，我要1200。哇，1200 ，OK， 1200。我1000了，我觉得。1000。1500。2000喽 ，OK。我是美金哦。烧陪开玩笑，烧陪烧陪，每人请赢的喝一杯饮料。哦、oh, ，OK， 好，怎样啦？怎样 ？Winner 1500。你很会后悔的这个客人。卡耶，到底吗 ？Hello， 大家，我刚从年宵回来，然后。这件衣服呢，我买来之后，自从首先是沾上了咖喱，然后现在呢，
是沾上了墨汁，真的是 amazing 呢。糟糕，怎么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Oh no！看起来很油，距离上一次你们看到我，其实又过了好像一天还两天吧。这个礼拜我过得非常的充实，星期一跟星期二去年宵之外，明天呢我们有一个 press play 的尾牙，其实就有点像是，香港好像没有尾牙这个东西，但是就是一个年末新年之前的一个，类似像一个公司的活动这样。那今年香港部分就是由我来处理，虽然我到现在也只有订了吃的东西，然后游戏啊什么的都还没有想，但是没关系，我等下洗完澡就要来处理这件事了。很快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收到的包裹。那这个呢是我从台湾的博客来书店买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大家看得到吗？就是这个晶片读卡机。那为什么要买它呢？那因为我现在在香港，所以我全部台湾只要有关银行的东西，我基本上都是用网银，就是网络银行去处理的。那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嘛，我一直都是用面部辨识去解锁啊，去登入这样。那有一天呢，突然这个功能就消失了，然后我完全忘记什么用户代号或者是密码，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登不进去。因为银行的关系，他们其实很小心就这种账户安全的部分。解法呢，就是我需要去实体的银行办理，或者是我要拿我的提款卡去 ATM 去像解锁这样子。那第一，我不可能去台湾的银行办理嘛。第二是这个银行在香港是没有分行的，所以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买一个像这个 ATM 的晶片读卡机。我本来想要在香港买，但是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然后就在 IG 问大家，就大家都说最快的其实就是从台湾买再把它运过来，所以我就上了博客来订了。哇，真的是一个很长的故事。那既然我都在博客来了嘛，所以我就顺便买了三本书。那首先第一本是这个不朽写的《所有温柔都是你的隐喻》。其实我追踪不朽的 IG 一阵子，然后常在他的 IG 上面看到这本书里面揭露的几句话，那我自己很喜欢，所以就想说趁这个机会把它买回来看一下。下一本是这个蔡佑琳的《不要在最好的年纪吃的随便过的廉价》。那这个我是随意间逛到的，然后试读了几页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值得看一下的，所以我就买了。下一个是这个《愿你的深情能被温柔以待》。他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他的 IG 会接受很多不同的投稿，然后就会讲很多的故事。我自己是觉得他的文字很温柔，我很喜欢，所以没错，就是买了三本书跟一个读卡机。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其实就差不多到这里，我要准备去洗澡，然后来计划一下明天尾牙的一些东西。虽然说我感觉我真的不是一个会办活动的人，不甘于啦，心意最重要。That's about it.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